我们开学了，你们互相拍彼此，借由这次的拍摄去了解你们的伙伴。我现在凯旋把你拍得帅一点了，你再这样慢吞吞，一定完蛋了。你可以告诉我吗？他为什么来见你？他越是想要逃离，就陷得越深。 小童有什么事情，你就是加害者。小童，你们认为我罪该万死，我不否认，我甚至觉得那是赞美。大力点，把握，把握！我变得更强大，我要保护自己。 当你不想面对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觉得可以这样子躲起来吗？ The best of us, best of entertainment, all in one place.